阿曼的房东也太给力了，前两天给到我一个赶海位置，便让我收获了好几条大鹰鸽鱼，做成熟成后那刺身的味道是相当上头。本来当天是要退房，但由于某些原因，我们又接着续住一晚。今天呢，我将带着我精心挑选的铁板出去海钓，因为房东的弟弟是个非常不错的渔民，说能带我去个空军那是不可能的神秘钓点。朋友们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你们觉得我今天会不会空军？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才5:29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今天我们要去海钓，带了好多铁板。阿妈的鱼肯定是很多的，但是来使用铁板钓我也是第一次，希望有不一样的体验感。 OK， 现在船来了，看到了吗？哇，这码头的好多鱼哦。Many fish。 房东真的很好，早上起这么早来陪我们，但他不去哈。对，由于船长一点英语都不会，房东就安排他的朋友陪着我们。房东还说，他这朋友的英语可是这个渔村最好的，希望在船上能帮到我们。真的，房东太有心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，感觉也不是很远哈。不是很远。你问一下船长多少？How deep? Yes, here. Yes, deep or not? About 15 meters, 15 to 20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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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0. 那差不多。Stone. Stone. Yes. Here stone. Yes. 他说下面有石头。This is good for fish. Good for fish. 它下面有石头又深，所以很多鱼会藏在这里的意思。OK。这是给我绑的钩吗？对。好，那给你看。Many fish. 这里现在目前好多鱼啊，这里啊，它车道。哎呦。60米、100米。我都有，你赶紧。You can fishing also, no problem. I use the another way for fish, not this. Here in the town, Tiwi. Yeah. No this. People no use all this. No this. Oh. No, it's an old one. 他们用的是传统的钓法，他说我们这个是现代的钓法。现在我用这个150克的，船长讲这里100多米，所以用重一点的。到底现在我开始了，准备好啊。我觉得我这120应该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应该快点抽？I don't know how to do this。 上第一条，上第一条，旁边旁边吧。来第一条，可以，海狼。这个嘴巴挂得挺狠的。OK。继续。还是你技术更好啊？不会了，慢慢来。已经有了第一条了，有了希望，在希望的田野上。哎呀，你也中一条了，大不大？大。哎呀，我这80多米怎么把它捞上来呀？帮忙吧。我现在很冷静，对吧？你也中鱼了？我还以为你也中鱼了。还剩多少米啊？还剩20多米。是什么鱼？来，拉到我面前，拉到我面前。石斑。哎呀 ，it's a grouper fish, grouper。哎呀，第二条石斑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最靓的仔呀，我的亲。哇，这条石斑还行啊，看蛮大的，估计3斤左右。你来看你自己，它吃的没吃？对，直接挂到鼻子上。这个清蒸石斑又有了，感谢你。不用谢。OK， 我现在继续钓了啊。呀，继续踹，不错，今天手气我。这次换你中鱼了。对，这条更大。看着弯的钩还是挺大的。对，100多米哦，难拉哦。
哇，又是海狼一条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这里海狼真多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很凶啊！其实我不喜欢钓海狼的，船长喜欢，我点给船长。就是线一定要绷紧，就是拉高绷紧来拉，你那一松，这样吗？对，在了在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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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是啥鱼。可以啊，摄影师今天钓了这个叫做小金枪，可以可以，也算钓了一条金枪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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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条这个鱼，这个是可以吃生的。好，快点吧，又钓到鱼了。这个落下去的时候被截掉啊，怪不得你一直放线。这一条估计两三公斤。这条更大。嗯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它落到底，我都还没抽。我就感觉这个线一直在出，我说怎么这么深，直接线背都光了，然后我拉一下，哎，怎么有鱼？哎呦，这条鱼真的逗，我看看是什么鱼。我想吃个不一样的刺身。对呀，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刺身。是啥鱼呢？好好奇啊。希望不是海狼，别的都行。我的天，五公斤了，五公斤感觉。越上来越重。接近，哦，大石斑哦，哇、哦、good fish， 哇哇，这个鱼你看，这个是石斑，深海石斑，它眼睛都爆出来了，从深海拉出来，它是有水压、哦哎呦，不要掉了，掉了就可惜了，不过应该也跑不了，哇，水太深了，拉起来它就这样，嗯，哇，这个石斑好吃啊，我的天，可以有口福了今天。它这个下巴我摸起来非常肥，嗯，这个石斑可以吧？非常棒的石斑。看，我们现在在对着这个山这里钓，然后这个钓鱼船因为也没有棚，所以就非常的晒和热。由于天气太热，所以我们打算提前结束，迟了都怕晒中暑。我们现在回来了，房东还来接我们了。Hello， many fish。哦，第二只，这只还更大一点哈。对。这几只我们就不要了，我们吃就吃这三条。这三条 ，Hello。这个石斑没吃过，这个没吃过，这个吃过。哇，这三条都好重哦。哎呦，啊，可以。今天的铁板啊，这几个没上一条鱼，然后这个铁板上了两条小的，剩下的全部是这两个上的，这两个狂咬。最大的石斑是这个150克，超棒。然后摄影师是用这个上的那个石斑，100克的。现在我来看收获了，看这眼睛就知道了，绝对是100米深水域拉上来的鱼。刚刚查了一下，这鱼叫着公斑石斑鱼。我也是第一次钓哈，前面我以为这条是炸弹鱼，但是不是，船长讲是小金枪。肉质也非常好吃，叫我查一下。这条石斑应该是青斑嘛，我也是第一次钓。今天我们先吃这一条，午餐如果没吃掉，晚餐还可以继续吃。这一条拿来刺身，剩下那一条明天吃。OK。哇，这条鱼大到案板放不下呀！案板放不下，咋吃呢？这个肉切出什么手感？好肥的手感，好肥的手感，非常肥。哇、看到这个肉，突然间想吃它的刺身了。这是油脂啊，这么肥啊！哇，好肥这里面哦。哎呦，先把鱼头也给它切好了，这个拿来做汤。哇，这个胶原蛋白特别多，这个啊，这个边角料弄的还是不错的。我切刺身的喜欢用这个，一次性案板，干净又卫生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出乎我意外呀、啊、OK， 今天刺身也有它。这小的金枪鱼它就是没有筋膜哈、哦。现在开始清蒸大石斑。哎呦，我戴手套应该还好一点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完美。
定时八分钟。我煮了这个粉，待会儿跟这个鱼汤一起喝。八分钟也到了。哇哦，可以呀、啊。这么久，从早上五点钟我们就起来了，现在已经几点了？现在都十二点多了。嗯，好吃的很。哇，这个鱼皮特别焦，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。这种石斑的刺身我也是第一次吃，不过看到这个肉应该是蛮好吃。芥末蘸一下，这种口感你知道什么口感吗？什么口感？它是比较有嚼劲。就是我们吃火锅会有那个叫素毛肚，一块魔芋的那个口感。这个就是小金枪鱼的肉啊，入口即化，我都不用咬，抿一下它就没了。今天这两种鱼啊，刺身它是完全不同的味道，非常特别。这两种鱼，你现在尝尝我做的这个青花椒鱼粉啊。不是青花椒，鱼头粉。青花椒鱼头粉。哇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拜拜。